临海山东西瀑布，那就要从它这个古战场这边走这旁边的这个路下去。哦，这路真的有小点，就一台车宽而已。报废车哎、欸，报废车就在这边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没有水啊？骑到瀑布来了。
啊，真是。这个叫闽海山东西瀑布啊，玩了一下，玩过火了。你看，去开了一大洞啊，这多坑哎！啊，千辛万苦骑到这边，现在几点？我用骑摩托车的也骑了一个小时哎，一个小时，啊，这样也不容易到哦。听说几公里啊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几公里啊。好啦，那这个瀑布就结束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我不能待太久，脚被割了一大洞，啊，坑锤伤多啊。刚刚骑过河的时候去摔倒，啊，我要慢慢的回去了。去躲坑。要小心，不要再用。哇，这次伤得够重，你看这边肿起来了，啊，也流血了，你看整个肿起来了。整个都肿起来了，大家抱起他，哎呀。